大家好，今天做个香气扑鼻又好吃的辣椒油。准备些葱、姜、蒜、胡萝卜、洋葱、香菜、芹菜、香叶、桂皮、八角、小茴香、花椒粒，倒入清水中淘洗一下，防止炸糊。盆中放两勺辣椒粉、一勺辣椒片、十三香、盐、香醋、白芝麻、白酒、花生碎，倒入凉油，搅拌均匀。锅中倒油，把准备好的大料葱姜蒜青菜凉油下锅，转小火慢慢的炸，炸至金黄捞出料渣，再转大火把油烧至冒烟，先舀两勺浇在辣椒面上搅拌一下，这样可以防止炸糊，把剩下的料油全部浇在上面，这样一个香辣扑鼻的辣椒油就做好了，拌啥都好吃。喜欢的朋友给个双击加个关注呗，感谢支持。